榴莲为什么我上面要涂芝士呢？Hello， 欢迎所有在线上收看我们今天发布会的所有的媒体朋友、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哇！欢迎大家，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Sunny 杨云晴加盟环球音乐的云发布会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明，欢迎大家。那我们的 Universal Music 环球音乐呢，是世界知名的唱片公司，在全球音乐舞台上都久负盛名。那我们的Sunny杨云晴呢，从今天开始将以全新的歌手身份携手环球音乐，凭音乐基因开创新纪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云发布会的主角Sunny杨云晴，掌声欢迎！哇！你好，欢迎。来这边请，来，我们赶紧请 Sunny 跟所有的在线上收看我们今天发布会直播的各位媒体朋友的老师，然后还有这个好朋友、老朋友，还有你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各位帅哥美女们，你们好，我是，我是顺嘴了，对不对？来，今天我们是这个一个人在台上，所以要这个不一样。我是 Sunny 杨云晴，今天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来到这里。也感谢各位观看这次的发布会。是的，这个昨天我们刚刚在无锡哈，把这个Sunny从学校接出来，毕业快乐。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上海，要跟大家来公布这个好消息。其实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生都会有一个比较害怕的一个现象，就是叫做失业，毕业等于失业。但是Sunny今天毕业直接开始营业了，非常的厉害。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缘分，也算是一个奇迹吧，能来到这里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体验。然后也感谢环球音乐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今天是这个以个人的身份要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见面了哈。刚才打招呼的时候可能差点就脱口而出了，对不对？对，有点不习惯了，习惯性的要说出这个 title。对，哎。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我们以这个个人歌手的身份要跟大家来见面。那心情跟，因为之前都是跟好姐妹们在一起，很多人在一起，那今天是自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今天就是在化妆的时候，还没有要上台之前，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突然间就是变成自己一个人在是化妆呀，然后再对稿呀，再拍照呀什么的。之前就是有可能大家都会吵吵闹闹的，就有一点不习惯这样的安静。对，就还是得去适应吧。所以今天是刚刚开始，然后接下来就得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是的。那怎么样，今天正式的这个 solo 营业了，有什么话想跟好姐妹们说的？因为我要来之前有就是跟我的十位好姐妹们说了，然后他们今天所有人都有就给我发微信说发红包吗？没有，他们就有发微信说就是祝你今天发布会顺利，也希望就是能加油。就是他们还是给予了我很多自信与力量吧。就虽然有可能没有在台前就是并肩作战了，但是私底下就我们还是很互相关心对方的，精神就是同在。是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小姐姐都可以有特别好的一个发展。那怎么样，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面对个人的舞台，所以你有去设想说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挑战吗？我觉得挑战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是因为毕竟一个人了嘛。
那之前有可能就是有十位姐妹，就不用那么担心，肯定会有人比较会回答问题，然后比较会玩游戏，比较会什么什么。那现在变成说自己要出来，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一个人，我也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怕接不到话呀或者什么的。对，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觉得挑战应该还会很多，但希望一切都能顺利的度过吧。嗯，都能顺利的度过，不要有一天突然间闪电在说，我每天都好焦虑。那，对对，我觉得都可以顺利的接受所有的这些挑战跟考验。那也想知道，就是像出道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闪电杨云晴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说从火箭出道到现在吗？对。我觉得最多的改变是有可能对圈子的认知，还有音乐上的一些学习吧。因为像之前要进火箭之前呢，是很少会有机会去遇到一些厉害的制作人、专业的老师、音乐老师。那进了火箭之后呢，有机会也认识到很多的老师。那我身边的姐妹们也有人会创作，所以就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音乐知识吧。那有可能不是特别厉害的，但是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比之前好很多了。对，汲取到了很多的营养。是的，是的。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在音乐上面有了很多的这个营养的吸收，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音乐版图上面，有没有想到说会有哪一些这个大胆的尝试？大胆的尝试吗？音乐方面，也不是服装方面。哦，吓死我了。音乐方面。服装方面的话也不敢大胆到哪里去。慢慢昨天的真空那也是。我觉得在音乐的部分的话，肯定是如果有机会去尝试更多的音乐风格的话，肯定是会去做尝试的。那首先我觉得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出现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认识到我真正喜欢的音乐是什么。那之后当然是能越多元素是越好的。你有希望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不一样的闪电吗？就是穿留了个长头发，然后很仙的那种吗？穿个长裙这样。真的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随便说说。我倒是还是蛮期待的。之后对，我觉得之后会有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了。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签约到这个我们的环球音乐，但也是一个事业的转折点，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转折点，在这个舞台上，然后马上就要迎来这个非常重要的签约的环节了，现在心情如何？有点开心，又有点忐忑，又有点害怕。开心。对，因为毕竟是一个转折嘛，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新的开始必然会有好事，必然也会有坏事。那我希望就是一切都安好吧。一切都会好，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做出来的作品也好，或者说跟环球的合作也好，一直能好下去。对，所以我们期待这个能够强强联手，然后带给大家非常多优秀的这个作品给大家。那当时是怎么样想到说要来携手我们的环球音乐，一起来拓展自己的音乐版图？我觉得这个就是缘分吧。就是什么样的缘分呢？什么样的缘分呢？我觉得就是有可能在一些音乐上的认知跟一些想法有共同点，然后就是想法都差不多一样。那我觉得今天能跟一个人合作，还是能成为一个人的好朋友，那肯定就是我们有很合适的很多共鸣，然后有很合适的个性才能相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环球也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认识，然后环球也能认识到我。那刚好就是 match 了嘛。所以就很有缘分的，一拍即合。对，很有缘分的就站在这里了。所以这个好的缘分把我们这两所以刚才我一直在对台本的时候就说，什么样的缘分呢？他说缘分呢，你要分神，要分男女的缘分，要分老板上台。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了。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一起携手这个好的缘分，然后创造更多美好的这个音乐作品，对不对？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环球音乐是一个非常善于孵化我们全球超级新兴的一个国际的公司，比如说像我们的Billie Eilish 啊，然后我们的 Shawn Mendes， 有非常多非常多优秀的这些音乐人都是在青年时期又加入到我们的环球音乐当中。所以在这些环球音乐的这些签约的师哥师姐前辈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艺人是你自己特别喜欢他的，有把他作为你将来的目标要朝着他去努力的？
其实都很喜欢，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一个歌手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跟他们做音乐的风格。那我没有去立个 flag 说我要成为什么样的歌手，还是说我要变成像哪一个歌手一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音乐的喜欢跟音乐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我也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那个特别的歌手，然后让各位喜欢上我的声音，喜欢我的音乐，然后喜欢上我本人。对，所以就是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全新的散逆杨云晴，希望是。那今天站在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你有什么话想跟过去的自己说？有什么话想跟现在的自己说？有什么话想跟未来的自己说？过去的话我觉得感谢吧，感谢自己，就是没有放弃过，然后一直努力到今天能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签到一个很好的唱片公司。然后现在我就希望，现在想跟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对，想此刻的自己说什么？就努力没有白费，就是你的努力是会被人看到的，虽然有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只要你不放弃，有一天肯定会到达这个目标的。那未来希望，想对自己说，继续努力吧，继续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把更好的作品带给观众，带给粉丝。所以这是散逆跟过去跟现在还有跟未来自己的一个期许跟一个对话。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有非常多的太阳星都非常的喜欢你，然后今天我们是发布会是云直播的方式，有很多人都在线上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当他们也会在上面刷弹幕，你看一下弹幕的速度有多快。对，哦，好像有点快。是，你能看得清哪一条吗？看不清。对，人特别的多，刷特别的快。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有在直播之前我们有大概试一下他那个速度，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抓取到，所以我就让工作人员就是在刚才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去抓取一些他们的一些祝福的话跟一些期许，然后他们收集到了一些，我给大家念一下好不好？来，哇，这个弹幕真的很快，是不是人特别多，来不及看，感觉一刷就过去了，太快了。哎，证明我们这边网速很好。网速特别好。那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有粉丝说，你说我的美不用你们来定义，是我自己定义的。今天我们也想告诉你，除了你的美，你的歌，你的人，你的才华与努力是我们看得见的，也是所有人都会承认的。谢谢。大家都会看到你的努力，因为确实很多人都陪伴在你的身边，对不对？其实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给你做的那个 vlog， 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票根啊，然后那个每场活动的照片，对，真的一路都在守护你。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辛苦的，但也非常感谢就是一直以来的陪伴，也希望就是未来能一起走下去。好，然后还有一位呢，他说，你说梦想是成为中文歌手，你说未来想开个人演唱会，你说艺人就算不舒服也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你说唱歌是你的唯一，你说累不累呀？你说和我们相依为命，你说要一起变强大，你看我都记得，我都有听进去，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女孩。哇，谢谢。哇，我说的所有话他们都记住了，还是特别有心的。我有点感动。我刚才念着念着，我突然间也有点感动。我觉得我就是现在这个泪点感觉有点低，我 hold 住一下。hold 一下 ，hold 一下。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认真的在看你所有跟他们接触的视频、现场，然后说的话，他们都有认真的去记录下来，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动力跟能量。所以我们希望继续的影响他们，然后他们也继续的来影响你，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循环。是的，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好，哇，现在还有好多人在刷。反正也看不清楚写了啥。哎，我看到一个别哭。还有记得记得都记得，一起加油，爱你、啊。对，宝贝加油，宝贝加油。谁是你宝贝？从昨天开始就一直不承认这个。对，我对大家都是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多多的来支持我们的散逆杨云晴哈，然后之后他会跟我们的环球音乐会带来非常多这个音乐的合作，很好的音乐作品，大家要好好的去聆听他想说的话。是的。那今天我相信
除了我们散逆杨云清本人呢，一直以来培养散逆的可米领域，还有即将跟散逆共同携手的环球音乐，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环球音乐国语市场部及艺人经纪部副总裁安立奎先生，以及可米经纪 CEO 领域传媒集团创始人 CEO 周浩先生，欢迎两位。欢迎，哦，掌声。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对对对对对，来，哎，怎么两个不握个手吗？因为太熟了是吗？哎，来来来，我们也请两位跟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问个好，好不好？安总先好。啊，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音乐的安立奎。欢迎安总。我觉得我就不打招呼了吧，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想看到我。谁说的？我们特别喜欢看到你。我想看到你，我想看到你。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重要的决策都需要你们来做，对对，然后这个是的，是的，对，很多重要的这个合作也需要你们来谈。对，就特别开心在这儿能看到那个所有喜欢桑尼的朋友，我们会好好努力的啊。嗯，对，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能跟环球合作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浩哥，就是真的是帮助我了很多，就如果没有他有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对，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对，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周市长哈。辛苦了周市长。辛苦了老师。来，我们先问一下周市长好了，就是想问一下这次就是怎么样决定跟我们的环球音乐一起来合作来打造我们散逆的音乐版图。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当时在思考说散逆今天其实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天，是以散逆杨云琴这个名字正式出发的第一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那在这个有意义的时刻，其实我们要选择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合作伙伴，那我觉得环球音乐当之无疑是在音乐这个品类当中最好的最优秀的伙伴，也是我们希望也能够跟他们学习到非常多。而且本身散逆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歌手，我相信未来跟环球一起携手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创造更多的东西。然后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可米的创始人胖哥，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能来，我觉得没有胖哥可能我也没有这个缘分跟桑尼一起来合作到今天啊，创造出那么多非常优异的成绩。我觉得最后要对，前面还没说到那个，还特别感谢我们环球的几个老板啊，一个是桑尼哥，还有一个是嘉伦哥，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也特别想来但是也没有来。然后安总我们也是十年的朋友了，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携手一起来合作，我相信那个化学反应一定是非常棒的。那最后也是最要感谢的是桑尼的所有的粉丝，这一路上不管是以前的他还是团队中的他还是未来的他，我觉得都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跟帮助。那当然也要谢谢我们前面让更多人看到桑尼的腾讯跟哇唧唧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合作伙伴啊，要感谢人太多了。我相信接下来我们一定有机会在桑尼杨云琴这个新的这个品牌跟名字的跑道上做出更好的成绩。也跟粉丝在这儿认真说，明天我们热搜见啊！老说我舍不得钱买热搜。哎，周市长放话了。那也不必，那也不必，那也不必。对，要好好的疼我们的散逆杨云琴，好不好？安总有什么想说的吗？在这里我得首先感谢一下周市长哈，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散逆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也不可替代的一颗最闪亮的明星。那环球音乐的团队呢，一定会携手周市长一起全力支持散逆在音乐这条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那在这里呢，我也要代表我的老板环球音乐大中华区环球中国董事总经理吴嘉伦先生，对于散逆的加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哇，谢谢谢谢谢谢。哇，有了我们环球音乐的这个保驾护航，好隆重哦。对，我都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说就是总经理什么各位老板们，然后一边说热搜，我的妈呀，我该怎么办呢？谢谢，就是有很多人很多人都很疼爱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加油，好不好？然后接下来用这个实力，用我们的作品来说话。嗯，好。那今天我们要感谢两位老板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刚才散逆还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这个环节你可能会更紧张，因为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环节，最重头的环节就是签约仪式。哦，好不好？那接下来，所以要比，我们是高科技的签约仪式，请我们三位移步到我们的这个签约墙的前面。这个是吗？对，
这怎么签啊？这个是 LED 灯啊。对啊，这签不了呀了。这是我们高科技，来，我们请老师把我们的签约墙亮出来。哎，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全世界的音乐版图，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签约墙上面有三个按钮，它们分别是代表推动太阳星运动的三股能量来源。所以一会儿我们需要请三位一起把手放在我们的按钮上，启动我们的按钮，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签约仪式，好不好？就放在上面就可以了是吗？对，来，请准备，三二一，启动。哇，云聚音乐基因开创情歌新纪元，签约成功。我们也期待闪电杨钰琼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也请三位一起在我们的签约墙上一起拍张合影，好不好？来hold 住 hold 住，今天要是非常漂亮非常帅气的闪电，来，我们三位一起拍张合影，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哇，现场还有应援的灯光哦。我们正式的欢迎闪电杨钰琼加入到了环球音乐的大家庭，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在环球音乐的加持之下，可以开启开创属于闪电杨钰琼的音乐新纪元。来，我们也请三位回到舞台中央。好，谢谢，刚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哈，然后我们正式的启动了这个签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这个闪电杨钰琼全新的版图了，所以也请两位多多的爱护闪电杨钰琼，好不好？谢谢。然后谢谢。对，周市长，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吗？谢谢老板，辛苦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对我们要把舞台交给安总，谢谢。对，好，我们刚才安总也说到了这个我们的闪电杨钰琼呢，他这个受到了非常多领域的关注，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环球音乐也是慧眼识英雄，对不对？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签约的仪式。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在环球音乐的心目当中有为闪电杨钰琼定制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计划吗？可以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跟大家透露一下。音乐计划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心中的杨钰琼是一个有着无限音乐可能的歌手，那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一步一步陪着他一起去尝试，那是不同的风格，因为没有一种风格是完全能够贴在Sunny身上的，那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推进，能透露的是 Sunny 在接下来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参与度非常之高，那一定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时间的话，那金九银十吧，金九银十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散逆的季节。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所以安总给我们留了一个包袱哈，金九银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个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散逆杨钰琼。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也谢谢我们的环球音乐，谢谢我们的安总，谢谢您，谢谢安总，谢谢。来，我们也落座休息一下，谢谢。来，掌声呢？我们人比较少，这现场因为疫情原因，对，我们要这个把控这个人数，但是来到现场的全都是精英，一个人可以抵100个人， 对， 对， 对，是，你看那边跳着跳，对，后面有跳着，然后有这个拿手机当应援灯的，对，谢谢谢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大家要一定要支持你，所以刚才两位老板的这个加持跟他们的表态，是不是让你更加有信心？肯定呀，两位老板push我当然是有信心的，那还是就是对自己的音乐还是会有要求的，就还是希望说能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对，因为像刚刚就是安总说的，像这一次的歌曲有很多，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我一起跟环球去做合作跟配合的，对，就是有很多也是
我的想法或者什么的。就我挺感谢环球音乐的一点是，他们不会给我有很多的音乐框架，而是让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他们来辅助，那也会给我一些很好在音乐上很好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合作真的也让我特别的开心，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还能认识到很多很多我有可能不知道的音乐还是不知道的东西，就是环球音乐教给我的。哦，所以就是在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尝试自己喜欢的还有一些未知的不一样的元素的音乐。是的是的。哦，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在我们的弹幕上有留言哈，我们也想看一看来得及看吗，我想知道我们试着抓几条好不好，因为真的刷太快了，但是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对你在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期许。好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收集到的问题。他们好多人在弹幕上刷说感谢环球感谢环球宝贝冲压。好的，真的太快了太快了，我还是来不及看来不及，我还是念那个他们刚才在这个偷偷收集到的评论。好，他说我们特别期待Sunny能写自己写的歌，签约唱片公司以后会计划做唱作歌手吗？这个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现在想要去努力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虽然开始认知到音乐上的一些东西，但没有代表说什么都了解得很快，或者说我能去学习的东西很快。那我也希望说在未来可以成为一个能会唱会跳会演然后会创作的一个全能艺人。我希望我能成为那样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也会努力的去成为那样的艺人。加油。还有第二位粉丝他说作为你的粉丝很想参与到Sunny的个人演唱会，今后会有歌友会或者演唱会的计划吗？第一天签约唱片公司就开始要赶，就已经问这个问题了我要怎么回答，就开始来给你下 KPI 了真的我努力，那当然就是还是要把作品做好嘛，那让就是能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我，然后认识到我的音乐作品。希望吧，希望能有个人的见面会也好，或是演唱会也好，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厉害的歌手。但现在也不能说得太快，说自己能做到那样的一个位置。但我会努力的去完成这个目标、然后不会辜负就是我粉丝们的期待跟期望。是。但我觉得这个评论应该就是这应该直接扔给我们的安总还有我们的周市长，就这个是他们应该完成的 KPI 好不好演唱会交给你们了好吗，请尽快安排，辛苦了老板们直接给老板下 KPI， 今天辛苦了哈老板我看着你、哎、我去好了，我看着你对，接下来就会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然后我们到了一定的时间是一定会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见面的。是的。对，那今天呢我们Sunny杨云琴来签约到了我们的环球音乐，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前辈歌手艺人都非常的喜欢你，也给你的今天的签约录制了祝福的 VCR 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人发来了祝福，来请看大屏幕。 Hello Sunny 你好，我是谭校长，我在这里欢迎你正式加入环球的音乐大家庭，期待你未来更多的音乐作品，祝你早日发行新专辑，加油。谢谢老师。Hello Sunny， 我是朗朗，恭喜你加入环球音乐大家庭，成为我的师妹，希望你在这个大家庭里呢能完成自己对音乐的一些想法，找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期待未来见面。谢谢。 Hello Sunny， 我是王涛，欢迎你加入环球音乐大家庭，希望你在这个大家庭当中能做出属于你风格的专辑，也期待未来和你一起合作。Hello Sunny 你好，我是陈楚生，非常欢迎你加入环球音乐这个大家庭，那也祝你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啊收获开心快乐，也祝你一切顺利。谢谢老师。大家好，我是 Masca， 欢迎 Sunny 加入环球音乐的大家庭。 Hi Sunny 你好，我是郭一凡，欢迎加入环球音乐大家庭。 HelloSunny 你好，我是王子，欢迎加入环球音乐大家庭。Hello Sunny 你好，我是 Tifa 陈子彤，
很开心在这里祝贺你加入环球音乐这个大家庭，也希望你在环球音乐里可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也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的发光发热，加油！谢谢。 Hello Sunny 你好，我是 Jin Lee 李信妮，欢迎你正式加入环球音乐大家庭，期待你未来更多的音乐作品，加油！Hello Sunny 你好，我是 Aga， 欢迎你加入环球的大家庭，也很希望未来的时间可以听你更多的音乐作品，加油！ Hello 我是郭靖，恭喜 Sunny、哎、从团毕业了并且签约了环球唱片公司，在这里呢预祝你之后的发展非常的顺利，也很期待你在音乐上面一定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惊喜，加油哦！Hello， 闪妮，恭喜你终于毕业了，并且加入了环球音乐 Universal， 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找到自己更多的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喜欢你的歌迷朋友们，加油！谢谢。哇、wow, 哦，还有 wink， 对，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祝福。我刚刚特别，我看到胡彦斌老师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在创造101，他是我们的导师之一，是，对，然后没有想到今天能跟他成为一家人，对，一家人，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我也有想说，就未来我也想要像胡彦斌老师一样，就是能创作，然后歌也特别特别的有认识度，是，对，因为像他的高手啊什么这些都特别有名嘛，所以我们期待了好不好，有这么多的这个有爱的家庭成员来迎接你，然后我们一起来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除了我们散逸的这些比如说前辈朋友，还有一些艺人朋友，还有一些导师发来的这个 VCR 的祝福之外呢，还有一份小小的惊喜我们要给散逸来看一下，我们再次的看一下大屏幕。散逸， I'm Adam Granit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here at Universal Music GroupI'm sorry I can't be there with you in person. I'm stuck here in London. I really want to welcome you to the Universal Music Group family. We're very excited you've joined us.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delivering you regional and hopefully international success. And lastly,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new single, which I hear is coming quite soon. Best of luck, and I hope to see you very soon. Thanks. 谢谢。沈丽，欢迎你加入环球音乐。一直以来，你的努力，我们都有看到。期待未来环球音乐跟你一起努力创造新的音乐。Hi, Sunny. It's Andrew Kronfeld. I represent the global marketing team at Universal Music Group, based here in the US. Unfortunately, I'm stuck in quarantine, so I can't be in the office and I can't come see you in China, which I would love to, but I wanted to congratulate you on all the tremendous success you've had with Rocket Girls and with Produce 101.It's really a great time, and we're so excited that you're joining the Universal Music Group family. And we know that your solo career is going to be fantastic and global.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China and having you welcome here in the US very soon.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family. Bye. Hello, Sunny. 谢谢你选择环球音乐成为你音乐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我们一起走向更晴朗的音乐旅程。再次欢迎你的加入。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哎，珊妮你好，首先欢迎你加入我哋嘅环球音乐大家庭。我系 Duncan， 香港环球唱片嘅董事总经理。今次真系好唔好意思，好遗憾，冇办法到现场，我唯有透过呢一个video 喺度欢迎你。希望尽快可以跟你碰面啦，我哋一齐可以倾下音乐，加油。Hello， 谢谢。珊妮你好。欢迎加入环球音乐这个大家庭，我是 May， 环球台湾的董事总经理，很遗憾今天没有办法现场跟你面对面的欢迎您加入，我希望下次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一起见面聊音乐哦，欢迎欢迎，谢谢。 Hi Sunny and a warm welcome to the Universal Music family. My name is Ulrich Kahn and I look after our digital business across multiple emerging markets.I work closely with Sunny, Garand and Yvonne,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person. China is without doubt the most fascinating and fastest growing music market that I'm involved in, and I'm confident you will be well taken care of by our team in China. All the best, and again, welcome to Universal Music Group. Hi, Sunny. Greetings from Hong Kong.
Sorry I'm not there with you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However, on behalf of the Greater China marketing team, I'd like to send you a very, very warm welcome to the Universal Music famil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on your music, and we hope to take your music and your artistry not only in China, b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enjoy this very special day and have a fantastic sunny day. Greetings from Tokyo. I'm Naoshi Fujikura from Universal Music Japan. Sunny, welcome to Universal Music family. We are very excited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Universal Music China is such a strong team, and I'm sure they will lead you to the big success with your solo career.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person. Good luck. Hello, Sunny. 欢迎你加入环球的大家庭。We are very, very excited on behalf of everyone in the Southeast Asia. I'm based in Singapore. And looking really towards the new single coming out soon, and can't wait to promote you and can't wait to see you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Bye-bye. 大家好 Sunny 好我是梁凡俊 a CEO from Universal Music Korea. Welcome to the UMG family.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for you and your career and hope you enjoy working with us.祝三尼姐一飞冲天，加油 ！Hello, Sunny. On behalf of Universal Music Malaysia,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he Universal Music family.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new music,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for success of you as an artist and your songs in Asia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So come and visit us in Malaysia. We hope to see you soon, and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See you.Thank you. See you. Hello, Sunny. This is Enzo,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Philippines.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to the Universal family.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of your songs and rest assured you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Philippine team. Hi, Sunny. Wisnu from Indonesia here. Welcome to Universal Music Group. Wishing you great success. Hi, Sunny. Congratulations.A great welcome from Universal Music Vietnam.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On the best wishes for your bright future. สวัสดีครับ Sunny. ขอต้อนรับเข้าสู่ Universal Music. ว้าดีใจมากที่วันนี้มีคนไทยที่กำลังจะไปดังที่เมืองจีนและหวังว่าเร็วๆนี้เราจะได้ทำงานร่วมกันนะครับ Sunny จะได้กลับ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จอแฟนเพลงหวังว่าจะให้ได้เห็นคอนเสิร์ตของ Sunny 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ขอต้อนรับอีกครั้งหนึ่ง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ะ Hello, Sunny. First of all, I have to say, you rock, kid, girl. I'm Olivier Robert Murphy, French, Irish, living in Spain. That's what it is. Welcome to the global world of the Universal Music family. Generally, we ar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Universal Music.You are in such good hands with Sunny, of course, Garen, and Yvonne and the full team. One thing we have to do really is to celebrate in music. Are you ready? Sunny, yesterday my life was filled with rain. Sunny.You smile at me and really ease your pain. Thank you. Bye bye. 结束特别的对太可爱了吧。谢谢谢谢。老板还唱了一首 Sunny。Sunny, 对。对。哇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就是这么多老板知道我加入了环球音乐。对。我现在有点有点紧张。有点紧张了好像。但我刚刚看到那个就是我们泰国就是泰国的环球的负责老师责、哇我刚刚好像回老家的一个感觉很亲切对不对特别的亲切然后他说的话所以他也希望就是我们未来我未来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些见面会啊或者什么的对我也希望就是真的能有一个机会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回馈一下家乡的朋友。回馈一下家乡的，对，是的。嗯，然后我也想让我爸妈也看看我站在台上的样子。哦，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期许，我们期待一下这天早点到来。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这是我们环球大家庭，我们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家长发来的祝福。然后我们也希望接下来Sunny的这些作品，然后可以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听得到，然后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粉丝，然后可以听得到Sunny杨钰琴的声音，好不好？谢谢，加油喽，加油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份祝福，有一份惊喜要来送给今天当然也是一直以来一直在支持你的所有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嗯，这是Sunny要来回馈大家的一个惊喜，所以是什么惊喜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不好？哇哇！
这个就是今天萨尼要给我们所有粉丝的一个回馈，这也是我们萨尼杨银琴签约我们环球音乐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阳光的陪伴》。那萨尼跟团队特别有心的把所有大家应援的画面都剪到了这首 MV 当中。是的，因为其实这一次这一首歌当时拿到 demo 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要自己创作，就是歌词的部分。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跑出来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两年，粉丝一直在帮助我，但是我有可能我的作品匹配不了他们给我的爱跟帮助与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有一首歌是真真正正的送给他们，而且是我自己亲自从内心里面想说的话送给他们，就是有可能两年经过的一些事情啊，经过的一些风风雨雨啊，我都写在这里面。对，也希望大家能看到，就我这一次的作品是真的很用心的送给大家的。对，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弹幕，如果感受到的话请扣一，好吧。因为来不及看是吧？如果看到一我知道大家会感受到这意义上去呢。对，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首歌也将在6月26号会正式的跟大家见面，我们的时间是6月26号的0点整，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能够继续的来支持你们喜爱的，我觉得都是是来得及看了，这样真的这样就感受到了，这个比较方便。对，所以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然后我们在6月26号的零点会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支持你们所喜爱的萨尼杨云琴，然后可以让你们这个这个赤金色的这个颜色亮遍全世界，好不好？希望，谢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颜色，也是特别好的寓意，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这么美好的互动下去。那既然今天是我们这个签约的现场，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仪式，所以能不能在现场满足一下所有在云端收看我们直播的我们的粉丝朋友，清唱一两句给他们听一下这首歌吗？对。天哪，我今天嗓子不太行。昨天刚哭完。昨天哭累了。没事，我们可以试一下这种就稍微有点烟熏感的这种嗓音。烟熏感。对，那就唱一小段。好， 好就 hook 啊。你的拥抱充满爱的温暖，其他我都不管，你就是我最阳光的陪伴。哇哦，掌声。我真的用了我的洪荒之力。洪荒之力，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昨天真的哭累了。对，而且昨天睡得很晚，然后今天又要赶到上海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想听完整版的话，就在6月26号的零点正式的就可以去收听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发布会是直播的形式，然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粉丝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我们再请工作人员刚才那个有没有再统计一些你们觉得不错的留言给到我们，我们在现场的给萨尼读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好，他们也是很辛苦，要从那么多弹幕当中去扒一些，好辛苦真的。对，来我们看一下，有三条，有一个粉丝说不负万众瞩目，不负热血期待，恭喜萨尼签约环球音乐，歌手旅途重新起航，期待精彩碰撞，留下更多值得传唱的佳作。谢谢。这个会有的，这会一定会有的。然后只要你们继续的支持他，好不好？那个佳作也会有的，演唱会也会有的。是。老板们，老板点头了，点头了。对，老板，来，还有我们第二位粉丝，他说尝试多种音乐风格，治愈飒爽不在话下。萨尼在歌手路上从未停止向前，期待环球音乐与歌手萨尼杨云琴的精彩合作，碰撞新火花，绽放歌坛，新生可期。谢谢。就是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可以横扫各种这个音乐的榜单了，好不好？哇，那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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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全世界的老板都在看着，好不好？我会努力的。加油了，好不好？好，我们还有第三位，他说许下赤金海的约定，哦，许下了赤金海的约定，陪你走向更灿烂的明天，萨尼携手环球音乐共创火红的未来，实力唱将已被收入环球音乐囊中，宝藏女孩等你发现。谢谢。
宝藏女孩接下来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展现你真正的实力。我会努力的。加油。我怎么有点心虚了现在。可以的可以的。我会努力的。是。期待我的歌曲一定会让你们喜欢的。一定可以的，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哈。是不是太自信了？不会啊，我觉得一定要先喊出来口号，然后好好去努力，让大家有这个期待，然后一起陪着你好好的去打榜，好好的去创造更多的未来，更可能，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粉丝朋友送上了非常多的祝福，然后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温暖的互动。那在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环节，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请上我们各位老板上台，一起来见证这个难忘的瞬间，好不好？好，再次我们用掌声来欢迎环球音乐国语市场部及艺人经纪部副总裁安立奎先生，可米经济 CEO 领域传媒集团创始人 CEO 周浩先生，以及环球音乐大中华区品牌合作副总裁黄兆雄先生上台，一起我们跟 Sunny 一起留下一个非常难忘且重要的瞬间，来有请。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盛满了满满祝福的香槟，来，我们一人一杯。期待从今天开始，咱的杨云晴在我们环球音乐的保驾护航之下，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举杯！哇，天啊，老板们都干了，哇，老板都干了。我干了，我就希望我就是大红大紫，我的歌都被大家喜欢。没问题。哇，来，我们也请四位一起在舞台中央一起拍张合影。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三位大大，谢谢。来，我们请台下落座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这边请，谢谢。我有点晕，这么快吗？这么快就上头了？好的，那今天来到我们云发布会的尾声了哈，然后还是希望把这段时间留给 Sunny， 你还有什么样的话想跟你的粉丝朋友们、喜欢你的人说？哎，其实跟他们表白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在有可能节目中，或者说在采访中，但今天身份不一样了。对，我还是感谢，首先一定是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就不管好遇到好的事情或是坏的事情，他们都愿意陪在我身边，然后不离开我。我觉得这一份爱是特别特别伟大的。然后包括就是昨天你也看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喜爱我的人，他们会愿意到线下，就不管多远多辛苦，他们都愿意去看我一眼，给我一个支持。我觉得就真的，所以我昨天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的地方值得让他们那么辛苦那么喜欢我。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会把我的音乐作品，然后所有的作品做到最好，然后不辜负你们对我的爱与期待跟喜欢跟你们的辛苦，然后也希望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并肩作战走到最后。谢谢，谢谢 Sunny 杨云晴，也要谢谢所有一直在路上支持你的所有的太阳星们，然后我们也希望 Sunny 这个小太阳继续的发光发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能量，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云发布会签约仪式就圆满成功，谢谢，辛苦啦，辛苦啦，拜拜，辛苦啦，请大家继续的支持 Sunny 杨云晴，拜拜，辛苦，拜拜，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冲呀！